大家，我是 Maska， 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哎，对，因为现在元宵节还没有过，所以拜年还是来得及的。是是是。好，那我们先让大家拍个照好了，我们先让大家拍个照。好，那我们知道说今天的记者会很特别，你有找来你的好朋友，是要来帮忙吗？对啊。好，那我们要好朋友，不然由你来介绍。好，那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gentlemen and ladies， 我们欢迎台湾公主戴琳。好，现场媒体朋友各位大家好，我是戴琳，新年快乐。哎，好特别哦，今天为什么要找艾琳来当保姆？因为他对小朋友比较有一套的。哦，对对对对，给他家里很多的子女。哎呀，很多的子女都是别人，都不是他自己的。就弟弟的，我家大概有十个小朋友。对对，最大的国一，最小的现在是一岁多。对对，所以今天就是要来担任 Maska 的天才小保姆，对不对？不敢说天才，就希望可以帮上一点忙。待会小朋友失控的时候就全部交给你了。想就是，哎呦，这么温柔的对待啊！没有，就是其实跟小朋友就是陪伴他们，就好像他们的朋友一样，你把自己当成是小孩子，就会比较容易。好的，那因为我知道两位都是台湾之光嘛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因为又是正逢年节气息，是不是应该要用母语来讲一下祝福的话？基本上我们祝福的话，像新年快乐，我们没有这个词汇。对，啊，老拉巴，老拉巴，老拉巴，应该你想说加巴加巴，加巴加巴，他那个是介绍的，是。那我们通常我们讲马上老修酒的，差不多有点那个意思，因为它也是我们就是丰年祭的感觉。马沙鲁就是丰年祭的感觉，对对对对。哦，辛苦一整年了，这样。好，那艾琳有没有？也是一样嘛，也是一样的，一样的，一样都是用马沙鲁，马沙鲁，哦，好，大家学会了没？好，学会，等一下我们要考试哈。